chú đi lô nà nàng ai băng sắc ít thề lại kinh bài chú hà bờ nà nàng lại khoan nàng nàng ai kinh bài thoán Chính ai hẹn đi xí về đại kê phình an Chính hoài hì chính cảm ơn có chí bài đi bóng xuống cả đại kê kỳ bình và chẳng nhà đi chí chú là chí cả hoa sưu sàng hoa hì sưu sàng kê bộ bê lại kinh bài ô lô nà nè chú bê lại theo chú ế vệ gù bê lại hướng sưu chú ế đăng trái今嘛，咱做阵来安静咱的心，放落咱的手顶所做的工课，放落咱心中的担担，的一切烦恼，咱就是要专心的来到主的面前，单单的仰望咱的主。咱做阵来祈祷，哈利路亚！哦，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阮满心感谢俄罗斯，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子子，感谢你遐尼的疼阮。甚至主耶稣，你亲自来做上帝的羊羔，为阮伫十字架顶受苦受死，搁复活，带领阮脱离罪恶，胜过死亡，会当得到丰盛的生命。圣灵啊，今仔日啊，感谢你徛伫阮每一个信徒的心内，带领阮要遵守主的道，要活出主的爱，也、啊、要享受主的平安甲喜乐。亲爱的主，阮就是将以后的时间完全的交托喺你的手中，愿你来甲阮同在，祈祷奉主耶稣的名。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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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全能的主，阿门。咱决定搁摆来敬拜俄罗伊，阿门。
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的爱。主啊，我这阵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跟你讲，我爱你。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你先为我舍命。圣灵啊，这个时阵，求你来充满咱每一个人的心。求你来打开咱每一个人的心，让咱哪来哪爱耶稣。求你来带领阮遵守主耶稣每一个命令。求你来帮助咱会当真心尽力的爱耶稣，跟随伊。阿门。主啊。
真的打开咱的心，跟耶稣讲，祝福耶稣听。主啊，阮爱你，阮感谢你，阮要遵守你一切的诫命，阮要看到你律法中丰盛的恩典。感谢你的爱，主啊，你伫天顶来到世间，为咱做的一切，拢是为着你的爱。兄弟姊妹，今仔日主耶稣予咱一条新的诫命，就是叫咱着要彼此相爱，亲像主专门疼咱，咱也要相疼谈。因为主讲，若是咱有这款的爱心，正人就会知影，那是主的门徒。阿门，阿门。就是借着这首诗歌，和耶稣的爱来鼓励人，借着伊的器皿、伊的器具，将伊的爱分享出去，借着更加多人的祝福。阿门。有一份爱对天落来，比山高。Yeah.
上帝应有的耀光， Amen. 主啊，愿天地万里万人拢向你跪拜， Amen. 万人要宣告你是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할렐루야 주와 영광 归 h 你 n 一切荣耀颂赞都归 h 你主啊因为你是爱你是生命的主宰你是和平的君王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一天别让最近来和主的荣耀的降下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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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主感谢你主啊这就是让众人在你面头前同心合意献上的敬拜到俄罗愿你的欢喜接纳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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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组小小的报告，咱这阵教会的奉献无相款的方式。咱知影吼，咱伫市区，咱伫买物件，咱会使用电话来行礼。咱教会也互你有这个方法，会通用手电、用电脑来收奉献。咱会使用 PayNow， 这是 DBS 哦，新展银行 PayNow。你也可以用电脑来放入这个 OCBC， 就是华侨银行那人教会的户口。还有另外一款，就是你可以寄机票来教会的名字，转写英文名 Bethesda Cathedral， 这有一个教会的地址。兄弟姊妹，从七月一号开始，你可以卡六三二四四空空七，六三二四四空空七。有每一日的灵修，可以祝福你，愿主祝福你。兄弟姊妹，感恩的就是上帝。好，咱人这四十日会更加祈祷。咱现在来阿头感恩祈祷，亲爱主耶稣，阮感谢你，阮日日的供应，你拢供应。阮感谢你，予阮国泰平安，予阮日日健康。阮为着迄起有病痛的兄弟姊妹，现在献出祈祷。阮为着徛伫罗根厝的爱丁、加凤英姐妹、加叶玲姐妹来祈祷，求你赐因健康，紧紧出医院。阮也为着家己祈祷，求你予阮日日喜乐，有盼望，充满着信心。主耶稣，求你保守，求你看顾，求你主耶稣，予阮圣灵充满，心中复兴。阮安尼款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兄弟姊妹，你是毋是对那人秘书台堂这个建筑感觉？大礼拜会使接来，咱真欢喜，感谢主。二十八年前，上帝予咱人的主任牧师、田牧师有这个意向来建立秘书大堂，予真侪人会使接来来敬拜主，来相信主。所以咱现在来看咱的主任牧师有甚物话要甲咱讲，关于这个地租约的事。今日即个搞啥？今日我要甲恁人分享，咱教会开始的时阵建立教堂的一挂代志。伫一九九二年，伫月十五号，咱人申请要注册教会。伫一百日后，就是五月二十五号，咱得到了批准。一年后，咱人就开始来找一块地，甲政府租这个地来建立这间教堂。秘书大堂是照着上帝给我的意象，在一九八七年上帝给我的意象来建造的。一九八七年，我去美国，在一个所在叫做 Louisiana， 去参加一个牧师，名叫做 Jimmy Swagger 的福音的音乐会。
当这个音乐会刷了，我跟我的朋友决定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就是叫做 Denver， 要探访另外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叫做 Daniel E。伊迄阵是伫基督教的一个机构，叫做 Youth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 在做工。迄一日，我们火车去 Denver 的时阵，天顶有真侪云。我们伫快速公路在行的时阵，忽然间我看到头前天顶的云分开，其中有一个教会出现。迄个教会是一间真大的教堂，教堂的名就是 Bethesda Cathedral。华文就是比苏大堂，这个教会的边啊有 Jesus is Lord， 就是耶稣是主的这个字围绕这个教堂。我所看见天顶这个教堂，伊就愈来愈近车，当这个教堂到甲车头前迄个玻璃，就忽然间无去了。我问坐伫我边啊换车的这个朋友，伊的名叫做刁冠明。我问伊有看到这个教堂无？伊讲伊啥物本无看到。我相信这个是上帝要给我的意象。然后我听到一个声跟我讲，你都爱进去这个教堂，你搁爱牧养这个教会。所以咱进堂的时阵，就是照着上帝给我的意象来建立这个教堂。就像你即阵所看到的，楼顶有这个基督的塔。头前也有哥林多的条啊，拢总就是异象内我所看见的。当时咱建立这个教堂所需要的镭是差不多500万，租这个地的镭差不多300万，所以拢总加起来是800万。这个建堂会通完成，是因为咱瓦口圣灵的带领。咱感谢上帝的供应，当咱完全会来仰望圣灵的带领甲引带，咱就袂惊吓，咱知影一切拢会顺利。我看到伫建堂的时阵，上帝带领了一挂人为这个建堂的基金来奉献。头两位是两个姊妹。伊人受了上帝的感动，每一位捐了500万，予建堂基金。上帝也感动了一个香港人，一位兄弟，伊迄阵伫美国伫做工，伊常常有来新加坡。当伊伫新加坡的时阵，伊听到咱伫建堂，上帝感动伊来奉献800万。伊来看我有4摆，每一摆伊就祝福，咱教会20万，所以伊一共捐了80万予建堂基金。另外有一位姊妹，伊想爱有一个查甫囝，咱教会另外一个姊妹带伊来看我，叫我替伊祈祷。我该祈祷一年后上帝赐福予伊，予伊生了一个查甫囝。伊迄阵。感恩就捐了35万做教会的建堂基金。搁一摆，有一日早起，我隔壁的厝边问我一个真奇妙的问题，伊问我，咱教会有够镭来行这个建堂的需要无？我甲伊讲，咱人伫基金上有寡困难。伊听到了，伊讲，我甲我的太太来讨论，我明仔搁甲你联络。隔日早起，伊阁来找我，就祝福了咱人教会20万。咱教会的大门、迄个铁门、甲铁的篱笆，拢总需要20万块。当这个做铁的头家拿这个孝单来教会时阵，是12月。伊拿了这个孝单，伊甲我讲，上帝叫伊都爱祝福教会一个圣诞礼物，所以伊讲你唔免献这个单的数目，就是20万块，伊注销了。遮个见证，甲咱讲了一件事，就是咱也是一心一意要来完成主交托予咱的工作的时阵，上帝会供应咱的需要。这是咱所学到的头一个功课。当咱靠着信心来仰望主、来倚靠主的时阵，伊满足咱一切建堂的需要。
建堂五年后，上帝指示咱就爱扩大三楼的这个大堂大厅。其实上帝佫甲我讲，唔爱向银行来借钱。当时咱建堂已经还了800万，咱的户口内底只有剩30万。就靠着银行内底30万，咱能开始了大堂的扩大的工程，并且无向银行来借钱。上帝也供应了咱一切的需要。扩大大厅需要600万，上帝也供应了这600万。咱搁一摆看到了上帝的信息，佮上帝的良心。现在上帝只是咱都爱做的第三件事。就是让大堂会通充满渴望来听神的声，渴望看到神大能的人。就是咱搁头前这几年要来做的，就是要来建立教会7000人的意象。我相信上帝会亲像头两摆安尼款来满足咱一切的需要，伊会啊将7000人带入教会。咱就要对主有信心，并且完全的来倚靠伊，伊就会将咱所心所想、所希望的赐予咱人。为了要予咱的教会充满渴望来敬拜伊的人，咱就爱关心向政府做的这个地，为过三年，咱这30年的租约就要到了。政府也已经批准，咱会通继续租30年，但是也未甲咱讲需要偌侪钱来租这30年。咱就爱同心来祈祷，予政府予咱定的数目是合理的，咱也会通为这个租地的基金来祈祷。感谢兄弟姊妹，好无？咱即阵同心搁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你伫之前的两摆建堂的工程中，有人看到你祝福，有人满满。你准备了这地，你也准备了建堂的基金。你吩咐有人扩大三楼的大厅，有人也完成了。现在，阮搁一摆来倚靠你，来相信你必搁一摆为阮人准备。你所指示阮人做的工作，就是向政府搁租30年，或者教堂会通继续会伫菜市区来为你来发光。有人感谢你，有人阿罗你，有人将所有的荣耀完全归乎你。奉耶稣的名祈祷。哈利路亚！咱听到咱主任牧师所讲的话，咱人相信上帝的大能，必定会借着顺服的管道成为大事。那主内底是无人成的事，咱人只爱借着基督，爱借着求主，借着瓦口相信主是耶和华以勒，咱人的供应者，耶稣必定会借着咱的信心完成必须大等的地主约。所以咱大家来相信，好不？今日咱真正欢喜，会邀请到一位上帝的仆人，就是 Jimmy 牧师。Jimmy 牧师呢，伊从细汉我就捌伊个大汉。细汉呢，就是伊捌入来信主咧，看到伊长大那熟龄界内底咧，伊即阵呢大汉了，成为一位福建的牧师。所以今日呢，我相信主要借着伊道甲大家讲话，所以咱人就爱开咱的耳孔来听主的道理。阿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相信今日新的话语要来祝福你。咱同心来开始一个祈祷。特别有人满心感谢俄罗的圣名，因为有人知影讲，你话语一拍开的时阵，要来成为阮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今日你要将讲的、听的隆重放在上帝的手当中，因为阮人相信你要来祝福阮人今日的聚会，阮人相信你今日要来甲阮人讲话。安尼看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
阿门，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那你也未开始分享神话语以前，牧师要跟你人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伊名阿海。阿海是一位真正出名行江山的人。有一日，就有人邀请伊去行这个江山。好一日，真侪人知影这个消息，隆重就来到吉平的所在，会使讲是人山人海。当阿海出来表演的时阵，伊就对所有的观众讲：“伊讲恁人相信讲，我卖举这个平衡杆，我安尼款行到对面的山，阁行转来，恁人相信无？”隆重的人讲：“阮人相信。”阿海就无举这个平衡杆，行行到到迄个山，阁行转来。掌声不断，大家都说，哇，阿海，阿海，你真好。当掌声停的时候，阿海就又问人一个问题。你人相信我不行这个平衡杆空手啦，又拔掉我的目睭，按这个山，行到对面山，又行回来，你人相信无？大家人，每一个人说，我人相信，我人相信你是做得到的。阿海就空手拔掉目睭，按一个山，行到对面的山，阁行转来。当伊行转来时阵，掌声真正会不断的掌声，大家阁呼喊讲：“阿海，你是上帝好的。”阿海当掌声停落来的时阵，阁问伊人一个问题：“伊讲，恁人相信我空手？”拔掉目睭，肩阿头，阁背一个人，按这个山，行到吉平的山，阁行转来，恁人相信无？哇！迄个时阵，每一个人的情绪隆重膨胀，伊人讲，阮人相信，阿海，阮人相信你做会到这项物件的。海，当伊人隆重讲了的时阵，就问伊人好。既然你人隆重相信我做会到，安尼我问你人一个问题：有甚物人愿意坐帮我肩阿头，可我背伊过去？这个时阵完全无半点啊声，含尖加老板裤卡，饭听会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当阿海对伊人讲的时阵？伊人讲有绝对会相信，但是当伊人面对挑战考验的时阵，信心却挖未出来。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呢？今日要甲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就是：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咱先要来读一段经文。这个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二十四到加三十节，这道会讲耶稣按吉平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入了一间厝，无愿意人知影，却隐藏不住。廿五节讲，当下有一个妇人，伊的查某囝被鬼活身，听到耶稣的事，就赶紧。来到耶稣的脚前，这个妇人是希利尼人，属腓尼基族。伊求耶稣赶出伊的鬼，离开伊的查某囝。耶稣对伊讲：“可查某囝先食饱，无好可今日的饼尽可够食。”妇人回答讲：“主啊，不错。”但是到饭那桌顶下骹，食细囝落落来的碎饼，耶稣对伊讲：“因即句话，你转去，鬼已经离开你的查某囝了。”三十节，伊就转去，看到细囝躲放门窗，鬼已经出去了。咱所读的圣经，咱看到一位迦南妇人，伊是一位外邦人。伊曾经听过耶稣所行的事，有一日，伊知影耶稣来到伊所徛
的所在的附近这边，伊就赶紧的来个耶稣的面前，跪拜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救伊的查某囝。虽然咱若圣经看到耶稣无拒绝伊啊，但是却对伊讲出可能感觉是侮辱的话啊。这位妇人无因为安尼款，伊就放弃了，反倒等于对耶稣的信心得到耶稣的恩乐。最后，耶稣因为伊的信心，就成就伊的要求，医好伊的查某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咱要来学习的头一点，就是信心毋是看到才相信啊。二十五节这边伊记载甚物？用当下有一个妇人，伊的查某囝过鬼活身啊。注意听，伊听见耶稣的事，伊就来个耶稣的脚前了啊。伊把路听见耶稣的事，伊就来了啊。伊无半点啊怀疑啊，甚至伊也未看到耶稣，伊就相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有两款的信心，一款就亲像多马的信心嘛，要看到才相信啊。另外一款亲像亚伯拉罕的信心嘛，是按心所发出来，是属灵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的信心。多马的信心是属于人的信心，是建立在目睭要看到的证据面顶啊。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根据神的话，不是凭着家己的感觉啊。就亲像头先咱所读的经文，许位迦南妇人的信心，当伊听见耶稣的事，伊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啊。可能伊从来毋捌见过耶稣啊，但是伊一定捌听过耶稣所行的事，伊认定耶稣就是基督。当伊听见耶稣的事，伊就安怎？伊就相信啊，完全无半点啊怀疑啊。安尼款，今日咱要知影，要清楚，伊到底听见耶稣什么事呢？听即个，咱每一个人的耳腔所听入去的代志，甲咱心内所需要的有真大的关系啊。比如讲吼，比如讲一个人伊无头毛。伊心内的盼望就是甚物？就是伊头毛会使生出来啊！安尼款，当伊听见有人那咧讲北京101会使帮助伊头毛，安怎？过一摆挖起来的时阵，我甲你讲，当伊听到安尼款的时阵，一定就是竖起耳朵听个清清楚楚。咱所听一个脑的代志，甲咱心内。的需要是连接的，所以你需要听什么，表示你心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听神的话语，表示你心内渴慕上帝的话语啊；你需要听东家长西家短，直到讲讲一下，人讲人的闲事啊，安尼表示什么？你知未？表示你渴慕啊！你看，这位迦南妇人到底伊心内听见耶稣什么事呢？首先，咱就要来看伊的心内到底有甚物的需要。二十五节，伊甲咱讲甚物？伊讲一位妇人，伊的查某囝靠鬼活身，听见耶稣的事，就来到耶稣的脚前啊。原来。伊心内的问题是伊的查某囝靠鬼怪欺负，伊希望伊的查某囝会使得到伊治好起来，做一个正常的人。我相信伊肯定是听到耶稣曾经行神迹，医好真侪病人啊，尤其是第五章拿这个哥拉森梦境的病。
耶稣曾经将一个人身体内边真侪这个鬼啊，拢总该赶出来啊。当伊知影讲这位有能力的耶稣来到遮的时阵，圣经甲人讲，伊就较紧来到耶稣的脚前。马太福音的记载是讲什么呢？伊是讲伊来到耶稣面前的点声，伊就大声的叫，伊讲：主啊，大卫的子孙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咱要知影咧，迦南妇人是一位外邦人，伊会使叫出主啊大卫的子孙，表示什么咧？证明伊承认耶稣是这位尼赛亚。伊毋是看到耶稣行这个神迹后才相信啊，伊是完全的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大有能力会使救伊查某囝的真神。真侪时阵，咱祈祷的代志成了，咱才信任得着啊。这个信心是建立放的咯，建立放咱的目睭啊，唔是正实的信心啊。正实的信心应该是圣经安怎讲，我就安怎款会相信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真侪时阵，咱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咱可魔鬼欺骗去啊！真可惜，甚至啦，有一撮基督徒的信心，也是要看到才来相信啊。那咧非洲一个所在，迄个时阵。大概有半年无落雨啦，安尼隔壁有一间教会，伊个教会牧师就呼吁大家来祈祷，求上帝降雨那迄个所在咧。安尼迄一日是祈祷会，吼，伊牧师就要叫真侪教会弟兄姊妹拢总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迄一日真侪人要来祈祷，求主怜悯，求主。刚好拿迄个对，安尼真奇怪，有一个查某囡仔，大概是八九岁啦。伊本是来祈祷咧，伊对伊厝内爸母来啦。但是真奇怪，一项事伊甲人无相像咧。安怎款无相像咧？伊带着一支雨伞来祈祷会啊。当安尼款的情形，可吉平的领袖甚至是吼。啊！吉平的弟兄姊妹看到的时阵，伊人就笑这个查某囡仔咧。伊讲小妹啊，已经是半年无落雨了咧，你咋何遮来做啥物？安尼唔是加工，安尼唔是垫地咧。伊讲，但是亲爱弟兄姊妹，这位小妹妹却讲出一句。有信心的话啊！伊讲，咱毋是来遮祈祷求主降雨拿咱这个地咧。安尼，咱祈祷了上帝怜悯，上帝听咱祈祷的时阵，伊落雨。安尼，我转去的时阵，我毋是有这个雨遮来遮雨咧。弟兄姊妹，对主的信心是你要相信。才会看到，不是你看到才相信啊。对主的信心是无受环境的影响，对主的信心是因为你相信你所信这位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是爱你到底的上帝，伊一定会带领你行过现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那你头前的路，你要相信上帝有更加大的恩典，要来祝福你，要来帮助你。当咱有安尼款的信心的时阵，无论听我说哦，进来听下姊妹，无论面对将来有甚物挑战，家是问题，咱会凭着咱的信心坚持到底，咱袂因为。困难
咱就放弃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真实的信心，我要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坚持到底，无放弃。第二十七节这边圣经讲什么？伊讲耶稣对伊讲，可今日人先食饱，无爱将今日的饼安怎浸去这个到家。安尼，这个妇人回答讲什么？用主啊，不错，但是到饭那也桌顶下骹食，今日加漏落来嘴饼。弟兄姊妹，这位迦南妇人，伊按绝望中看到这个希望啊，暗心找耶稣到家跪那耶稣的脚前，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按照马太、马可两本福音的记载，伊先是那耶稣的后尾喊叫啊，叫啊嚷啊。当主耶稣入去一间厝的时阵，伊安怎伊不规则对伊入到这个厝内边啊，跪拜主的脚前，这种坚持无放弃的哀求，叫袂得到主耶稣的回应。但是万万想袂到耶稣的话，既然是安尼款的无情啊，伊讲什么？无好将今日的饼浸去到家。这句话内边包含一个犹太人的传统，加一个神学啦。犹太人的传统就是讲，犹太人将外邦人啊当作是狗。迦南妇人甘甘好，也是一位外邦人。神学是上帝的圣经传。犹太人为上帝的子女，那是讲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讲换做别人吼，听到安尼款插耳孔的话，听到掉头就离开了，无答应就耍了啦。为什么被安尼款的侮辱呢？但是迦南妇人有坚强的信心，承认家己的不配。伊真像雅各安尼款啦，掠紧加伊拍输甲迄个天赛安尼款啦。一个有信心的人，当伊面对任何的困难，甲是挑战，伊必定会坚持，无轻易的放弃啊。袂因为人生拄着淡薄仔问题，甲是感觉领袖偏心，无关心我，就开始灰心啦。服侍态度也变得零零淡淡，拖着脚步爱卖爱卖，安尼款的态度证明伊是一位对主无信心的基督徒。咱看到这位迦南妇人当伊向主祈求的时阵，并无马上得到主的回应啊，主一句门无回答伊啊。这是一件真正失落，也是真正无面子的代志啊！但是，伊会坚持相信，到尾得到耶稣的帮助啊！我跟咱讲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两兄弟，因人真喜欢去冒险，真正喜欢去探险。安尼有一日，这两兄弟就去到沙漠这边去探险啦。忽然间，伊人迷失路啊！伊人家己的导游吼分散去啊！我两兄弟就开始紧张咧，就是开始紧张了咧。头一日找无路，第二日也找无路，第三日搁找无路咧。但是伊人所带去的食物拢总吃到了了嘞，含水饭无嘞，真来听下子未？无物件吃，佫会使冻嘞。若是讲无水，那这个沙漠当中就真正会排活落去了啊。第四日，伊个小弟吼，伊个小弟要放弃了嘞。伊讲，用阿兄，我相信咱无变行出这个沙漠了，咱可能会死亡一下。
伊个大兄就甲伊讲：“用小弟，卖担心，我相信咱定着会行出这个沙漠的，因为阿兄身躯顶阁有细细罐一罐水。”哇！伊个小弟听了就真欢喜嘞，用哇用安尼阿兄，你使给我啉淡薄袂？伊个大兄就讲：“即阵袂使。”伊讲：“小弟，咱要保持那性命，你就要答应我一件事。”伊小弟就问伊什么代志，伊讲：“这水吼，这个水壶的水是救人性命的水来的。你要答应阿兄，无到叫尾一刻的时阵啊，绝对袂使啉这个水。”伊小弟就讲：“好啦，会使，我答应你。”安尼人够行，够行。第五日的时阵，伊小弟已经是脱水了啊，无半点仔水啊，嘴唇本闭去了。伊就求伊阿兄呢，用阿兄，你使给我啉一嘴水未？阿兄个讲，也未到交尾一刻，也未使啉这个水。过行，过继续行。第六日，伊个小弟已经是完全的无力了嘞。伊带着真正。两真正虚弱的声讲，阿兄，会使给我啉水呗？伊大兄该讲也未到叫袂一去。第七日，伊小弟昏去了。当伊小弟醒起来时阵，伊发现伊拿这个罗棍处咧，伊阿兄拿伊隔壁的门窗这边，伊看看者，哦，伊明白了。伊人可能救去了，伊人得救了，哇！伊就真欢喜，两兄弟就真欢喜，就开始咧讲话，卡先讲哇，去在那沙漠当中的艰苦的经验啊！安尼个小弟就该讲咧，伊话兄，我那沙漠的点声，我真想要啉这个水壶的水啦。伊讲现在咱安全了啦，哈，咱得救了，你使可哇？啉伊水壶的水，给我试试伊的麻木袂？阿兄听了就讲，会使，就拿伊的门窗卡这边顶一个水壶给伊，伊小弟呼举起来，哇！伊看到这个水壶哦，有真侪感慨，伊就拍开伊的水壶，将伊的水壶的棒棒的嘴这边想要啉嘞，原来内边一点水本无啊！伊个小弟就带着疑问看着伊个大兄啦，伊个大兄就笑笑甲伊讲咧，伊讲即个水壶早就空，就无半点水拿去冰了。亲爱弟兄姊妹，虽然水壶是空的，虽然水壶是空的，但是伊人对主的信心是真的，因为人相信这个水壶会使维持伊人的性命，凭着相信甲坚持无放弃，交尾伊人行出迄个威胁伊人性命的沙漠。亲爱的兄弟，当牧师拿来准备这篇道的时阵，圣灵有特别的感动。我感受拿来听道的人当中，无论你哪到一边，有人可能现在面对这个竞选的难处啊，唔知要放弃，还是要继续落去啊？放弃又惊做错决定，继续。也唔知道要用什么态度来去面对现在的困难啊！真是什么起步难下，进退两难啊！除了相信，更是相信，凭着信心坚持落去，勇敢的去面对，上帝必为你开路，必带领你经历着你人生另外一个高峰。因为咱所相信这位耶稣是有真有活、大有能力的神，伊必定
因为你对伊的信心成就，你向伊的祈祷。相信现在你面对的困难甲问题，是你要经历上帝灵力的恩典甲祝福。安尼，我唔知你到底是什么，你面对安尼款的困难甲问题，牧师要甲你人祈祷。现在，那讲是你头先，是你牧师的感动，是你，我邀请你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牧师现在要甲你做一个祈祷。特别有人满心感谢俄罗斯的生命，主要有人感谢你，因为你是对阮人讲话，你是爱阮人的心。主啊，今日主啊，你目者要为着手放放心，所有弟兄姊妹来祈祷。你在伊面对一个困难，你在伊面对一个挑战，伊唔知是要安怎来去竞选。主啊，我求你为来帮助伊，来成为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继续会带领伊头前的路。可以这样讲，主啊，你是一位有话有真的神。主啊，将安尼款的弟兄姊妹，搁一摆交托帮上帝的手当中，求主你家己来提升伊生命，求主你家己来可以一个突破，可以人生不止丰盛，搁要有大大的恩果。感谢阿罗安尼款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OK， 现在我来分享第三个要点。第三个要点就是说，绝对相信无怀疑。圣经二十九节说什么？耶稣对他说，因为这句话，你回去，鬼已经离开了你的查某囝。三十节，他就回去了，看到他的细囝躲放在门城那边，鬼已经出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绝对相信的信心是基督徒经历着上帝神迹的一个所在啊，是上帝要祝福伊家己的子儿的里面来啊。但是真正的可惜，真侪时阵，真侪基督徒无有安尼款的信心。当生活祝福满满的时阵，工作顺利，家庭平安的时阵，就有信心跟对主，真正用心的读圣经、参加聚会。一旦遇到不如意的代志，忽然间失业、生活遇到困难问题，就对神失去了信心，马上显出伊软弱的一面啊，甚至怀疑神的作为啊。二十九节记载着主耶稣听见迦南妇人去句话以后，伊讲什么？亲爱听是咪？咱听清楚啊！伊对伊讲咧，伊对这个迦南妇人讲咧，因这句话你转去啊，鬼已经离开了你的查某囝。三十节咱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妇人就相信，马上回去啊！伊无半点啊怀疑啊，也无讲邀请讲耶稣，无你教我做阵回去好无？哦，你去我的厝，你按手拿我的查某囝，伊头壳顶该祈祷，和命令鬼怪离开伊的身躯顶。伊无安尼款的要求，伊无安尼款的做啊？为什么呢？因为伊有信心，伊知影耶稣对伊讲这撮话时阵。伊个查某囝一病就好了，信心可以无怀疑，也因为绝对的相信，摇动着耶稣看到伊无怀疑的信心嘛。所以耶稣对伊讲什么咧？因这句话啊，因这句话就是因伊对耶稣的信心，伊讲你回去，鬼已经离开你个查某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咱听清楚啊！耶稣照着伊的信心，应允了伊所求的啊！这是神甲人的配合，人的部分
人做，神的部分神做，神照着咱的信心来成就咱的祈祷啊！阿门无？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咱就要绝对的相信，咱这位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啊！当咱相信的点下，咱必定会经历着上帝恩典，经历着上帝的能力。阿门！咱来祈祷。主要说，我人相信你是一位有能力的神。主啊，今日你话去一拍开的时阵，你要来祝福这道每一个人。主啊，你话要来成为一人头前的路，一人路上的光。主，我的祈祷是讲，你要祝福一人每一个人。那上帝的手当中，一人所做一切的物件，本有稳固，本有能力，无半点啊惊吓，完全的相信上帝，你就是那位有能力的上帝。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还是困难，主啊，一人坚持无放弃，主啊，因为一人要抓条你的手，行过这个风雨，行过这个困难，行过这个问题，一人就看到主啊，你是一位爱人的神，你要祝福一人满满这位神来啊！主啊，感谢俄罗的生命，主啊，我本要来祝福一人，主啊，奉耶稣的名祝福一人，每一个人有永永的身体。主啊，一人有这个，主啊，安尼款灵命会使靠上帝你来欢喜。主啊，感恩感谢。主啊，我要将一人过一摆交托放上帝的手当中。主啊，愿一人每一个人的祈祷，上帝你来回应。安尼款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今日真欢喜，听到吉米牧师这篇道。亲爱兄弟姊妹，咱人不但爱听道，咱嘛就爱行道。所以咧，听的时阵咧，咱就爱行出来。伊今日讲到信心这篇道，愿主增加信心予你人，啊，愿主帮助咱人每一个人会在行着信心来对。今日我要邀请你来对耶稣有充满着信心。上帝爱世间人，叫一切相信伊的拢会当得到永生。所以今日耶稣要向你讲，伊要予你永生，伊要予你的生命充满着意义，伊要将伊的爱赐予你。你也是讲过也未认捌耶稣的，我邀请你来叫耶稣入你的心内底，真简单的 A B C A 就是你承认你需要耶稣 ，B 就是你相信耶稣会当来给你新的生命，耶稣会当来帮助你 ，C 就是你承认你家己的罪，那人人无变。家己拯救家己，但是咧，圣经内底那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十六节讲，耶稣爱达的人，为达的人拿掉十字架顶死，就是要赎人的罪。所以今日我邀请那掉网络上，也是电视机面前的兄弟姊妹，教我这部来祈祷，咱来祈祷。主耶稣，我将我的心打开给你，我相信主耶稣，你为我死那十字架顶，三日过后你复活，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主耶稣，我承认我家己无变拯救我家己，我需要一个救主，所以今日我完全的相信你，将我的性命献上给你，从今日起，主耶稣，我要跟随你，感谢你，主耶稣的听堂，我按你款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兄弟姊妹，恭喜你，你现在就是耶稣的子女了。愿主耶稣的恩惠，阿爸天父的慈爱，甲圣灵的同在，
永永远远甲你做伴。阿门。